这个楼盖的不错呀，看到了吗？是个圆弧形。哎呀，我现在觉得应该去那边森林看一看，但是吧，我这个总是怕我的手机没有电啊，不太敢去。一会儿我找一个地方好好规划一下我的行程。上面那是个大姐吗？假的人吧，那是，那是个假人。